you. Yeah, nice to meet you too. My name is Sandy. Yeah, my name is Jackie. Oh, you're still not good looking. 什么东西啊？现场来的非常多位来自国外的朋友。对，我的菜。欢迎他们，他们这二十位啊，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。世界各地。哎，但他们对台湾的了解可能也不是那么深。真的。所以他们今天要来当这个评审，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台湾的认识还不是很够。对。所以。可以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哦，来分辨他们的美貌是这样子。对，美貌，美貌是一个，还有好不好玩是一个。所以今天我们决战就是我们的女丑与谐星啊！等等，这两个怎么比？哎，那不哎，当然怎么比？所以我们让他们混在一起比。对，刚刚讲到说他们的那个审美观可能跟我们比较不一样。是是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先给他们看照片，看看以下这几位美女在他们眼中漂不漂亮？因为很简单，就是人见面的第一面那个。见面的印象很重要，对 ，first impression， 对不对？然后你这个出来表演的时候，我看你就讨厌，我根本不可能喜欢你嘛。再好笑都不觉得好笑。你这个人，我喜欢你，随便瞎搞一点，我们都觉得你很棒。因为有一个演员看了就高兴。对，咱们就一起来看照片啦。首先第一位的照片，请看。在第一位这妹，哇，哎呦，走一个俏皮可爱的路线。好，那么你们想要约她出去的，请举牌。举了，可是举的是叉叉居多，一二三，三位举先，只有三个人举牌啊，那么严格啊，后面有一个感觉像阿贝哈。你说我们家另外一位 Jackie Wu 吗？不，问一下 why？She has a nice hat。只是因为喜欢帽子。对 ，Samuel。我觉得戴上很漂亮啊。你觉得哪里很漂亮？帽子就是他穿的衣服耶，你也喜欢他的穿的衣服，你会选择自己也穿一样吗？他不穿衣服更漂亮。不要这样子。还有一位，谁？还有谁投他？谁 ？Just because I don't know who's gonna be next, so maybe it's the best. 这个其实。很长久以来，我们的祖先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人去沙滩捡贝壳，他一直觉得下一个会更好，下一个会更好，捡到最后只有剩一个小的，捡到最后是一个臭鹅啊，所以他选择第一个就先留好了，是对，是聪明的，就里面的那个他们的干部都会进来，没关系嘛，先做，哎，先做，做什么？啊，然后等一下进来一下，先倒酒，哦，不行再换。后来到最后，从头到尾都是那一个。什么样的状况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形？哎，就是在一般的那个图书馆啊。图书馆会倒酒，而不是外国人。一起来看看怎么第二一位，请看。哇哦，有 feel 哦！哎，你看玫瑰花。对，三朵玫瑰花挡在面前，那代表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 ，You mean I love you, three roses。对，哎呦，而且它有点文青 feel， 对，干干净净的感觉。好的，想要跟这个人约会的，请举牌。哦，六位，我觉得他有一点像那个。范冰冰啊！哇，来，刚刚还有同选他的啊，哪一位啊？我喜欢他的眼睛的颜色。可是他眼睛闭着哎，你是喜欢眼影的颜色吗？眼睛的颜色的。OK， 白目啦，白目。我喜欢长的头发。发表一下你的高论。I think it just looks really romantic with the flowers. She has pretty hair. Yeah. 哎，他们很容易变花，被花骗去。对。就是看到花就觉得这女生应该很浪漫。看到花，鬼狼都灰皮啦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二一棒了，得到六票，是的，六才三票，这个六票直接 double 上来了。第三一位的照片，请看。好。哇。仙剑奇侠传嘛，没有哦，哎，这个有欧洲 feel 哦，有混血的五官呀，很漂亮哎。喜欢这位的，想跟他约会的，请举牌。Go， 好，有了，变多了，二四五六七八九票，又加了三票。Dario，I like her eyes， 我你喜欢他的眼睛。Her eyes are beautiful and her skin is nice as well。So that's why I would date her. 而且他说他的皮肤很好，但他不知道这个有 Photoshop。OK， 来，前面 David。
为什么你不选他？我觉得他很漂亮，但是我比较喜欢亚洲的啊，甘蔗不，这都是亚洲的。对，可是他看起来比较外国人的哦，他的眼睛比较大，我喜欢比较小的眼睛，小一点的。我觉得我们喜欢比较来来陈小龙。陈小龙，这个女生，我觉得苏然这个照片拍的真的很不错。可是其实可能她本身不会那么漂亮。可是其实我觉得，因为她的那个头发的颜色那么金，我觉得就是对外国就是台湾女生来讲，这样的颜色真的很普通。是不是因为她遮住一边的脸？对对，没错。哦，就打开怕另外一边没有脸。对对，我要看到她全脸才可以知道她真的怎么样。是这样子看起来也不错。OK， 好的，这是已经是我们的第三位了，再来是第四位，他们通通是女丑或者谐星哦。那我思索一下，第四一位的照片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是哎，他这个不止亚洲，还有点太亚洲，有点往泰国那边。太亚洲去了，玛丽卡。你们想跟他约会的，请举牌。哇！竟然只有两票。Two，only two。来来 ，Why？ 我喜欢是，我跟你说是比较亚洲人，可是我没有很喜欢他的头发而已，可是其他的是 OK。只有得到两票，好吧？好，一起来看看咱们的第五位的照片，请看。哇！女神，这种就是女神了。来来来，直接来举牌。好，直接举。想跟他约会的，请举牌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八十二位，来来来来，匈牙利的这位朋友 ，She looks okay, she looks good, she looks nice。他只是觉得他 OK 啦，这样子。好，来下一位，哎，我觉得都是蛮漂亮，但是给我有一点怪怪的感觉。怪在哪里？我感觉是不一定是女生，真的吗？就是有一点感觉，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讲。我对，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，那个化妆真的蛮厉害。他怎么看都不像个男生，因为你看他的手有一点。就是男的味道，有点 man 哦，感觉这个手曾经戴过拳击手套，所以还有你会发现到那个衣服上面看起来胸部没了，没有胸部哦，所以要小心一点，要小心提醒我，真的，尤其晚上后排，哎来，我觉得很漂亮，然后她很瘦，然后她的 arm。很 strong 哦，所以比例上看起来怪怪的，对，好像手是别人的这样子。对，他很瘦，但是他的手背又很粗。对，哦，那会不会是一只大闸蟹？这有好笑吗？奇怪，你的笑点都跟人家不一样，你们有毛病呢？对呀，会是一只大闸蟹吗？好，再来是第六一位，对不对？一起来看第六位的照片，请看。第六位，哦，可爱。哇哦，这个很正常了，我觉得。哎，这个很适合当 wife， 对不对？娶回家当老婆。对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想跟他约会的人，请举手。哇哦哦哦！2、4、6、8、10、11位，哦，算是很多的耶。刚刚最高票是12票，11位，所以现在11位位居第二。他的眼睛就是很迷人，所以这个票数已经出来了。各位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最后一名只得2票的这位就是，霍宇小姐，一起来欢迎出场哟。只得2票，好不好？自我介绍一下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提拉。Hello everyone， 跟本人差好多哦。刚刚投他的是哪两位？对，哪两位？应该不敢承认了吧？应该没有后悔吧？有帅，巴拉圭那个 David 不错，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出现那个面有难色了。对呀，我觉得应该其他人有后悔没有，就是投到我。但没关系，不用担心啦。今天重点不是在于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人家说总经理最大的罪过就是不赚钱。
谐星女丑最大的罪过就是不好笑，对，不行的，对不对？一定可以的。所以等一下出来，你们就你表演要是很好笑，他们得到他们青睐。对啊，今天他们算是还蛮笑点蛮高的，对，有点冷漠。你要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坐。谢谢你啦，谢谢。好的，接着下来这一位呢，只得到3票，是我们的一号。3票是哪一位呢？来看一下，哦哟，但是也有3位选他，一起来欢迎，出场哟。一号是谁呢？有3位选你，好吧？好开心哦！怎么才3位啊？选的真好。你是模仿谁？哦，这模仿。你要唱主题曲啊！我要蜜大腿。哦，模仿阿达嘛。是我们的露露。露露是吧？照片拍的是。我们另外是你是女孩子。我是女孩子啊。是吗？你要看吗？没有没有女孩子。没有，有些谐星呢看起来很丑，但久过了一段时间了，没有看见他还觉得很难受，有点想念。那你是不太一样，哎，你是看久了以后，哎，觉得好难受。是啦，好朋友们，大哥，闺蜜闺蜜，哦，厉害了。再来是得到6票的第二号，第二一位哦，看看他刚的照片。哦哟，真美啊！6票，一起来欢迎他出场哟。咬下嘴唇，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其实蛮漂亮的，这对，是很漂亮，真的。他我可以，你有看到老外议论纷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三秒，我们谁上？What are you saying? What are you saying? 来，没有选的，谁要选的？野心没有，我们刚都有做记录，有6位，哪一位？对，6位，来。你的头发在哪里？他在这里。他其实他的发型很一致，他没有毛发，这个也是假的嘛？假的，对，假的头发是假的。但是你6票还不错，还有拿2票。你刚才前面的不知道在干嘛？而且2票是真的，人家在这，他还是女儿身哎，不要这样子。他只拿2票，他铁他命死嘞。好，谢谢阿虎，谢谢。第3位应该是得到9票的这位，是的，看看他刚刚的照片，有9位选他，哇，巨星女神混血女，李延景，有一点李延景的 feel， 对，至少是个正妹嘛，对不对啊？有9位选他，一起来欢迎这位谐星或者女丑出场。男谐星精湛武艺，征服全场欧美人士。真的蛮厉害，但是他有融入真功夫哦。对，他们好像很佩服哎，给你很钦佩的眼光。欢迎这位谐星或者女丑出场。把半边的脸都打出来，对，我就说那个窗帘不能打开嘛。你还真算是不太丑，真的真的，谢谢谢谢，真的说不太丑有什么好谢的？还是有那么一点丑，还是会很高兴。要不要知道有哪9位恩公？真的吗？恩公来哪9位眼睛这么好？是谁投给他？我现在该说什么？门口在那。今天那个修图的那个技术真的很厉害。修图的，你是觉得你是客家外国人？修图，你要有差很多吗？你还敢问有差很多？我不知道这是你，我不知道这是你。你妈妈应该也不会知道是你，新梅啊。新梅。修图修的很多。修图。还有谁选他？还有谁承认？哎，有9位。I didn't vote, but now I regret not voting. 投给他，可他现在后悔了。真的吗？
他是想投给他的。Yeah, I think you're more beautiful in real life than on the photo. 在台湾也蛮久一段时间，对，慢慢也了解台湾这种综艺的梗。很多国家我随便举例，比如巴拉圭，巴拉圭的综艺节目好玩吗？没有跟台湾那么好玩的，有没有？尼加拉瓜最有名的反而不是他的综艺节目，是不是他的瀑布。瀑布在尼加拉瓜，是尼加拉大瀑布在加拿大。对，贡丸汤没有。他在加拿大跟美国对看的那个地方，对，非常非常大 ，Niagara Falls， 不要再讲错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来，谢谢玛利亚。好的，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二名了，对不对？使得第二名一票，哎，哇，好大哦！得了，一起来欢迎，出场。有没有用自我介绍？今天这个真的是来自我介绍一下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佩瑶，你好。是是是，刚有投给他的是谁？有投给他的。他看起来蛮可爱。他看起来很可爱。那现在呢？他们那边男生都这样。老外在敷衍呢。这就是敷衍。请坐，好了，谢谢。是我们的第一名哦，对对对，现在第一名有12位投给他，好厉害哦！哇哦 ，Beautiful Lady， 一起来欢迎我们冠军出场哟！是不是有灌票啊？里面我就跟你说了啊，我就跟你说，要 be careful。对，我跟你说小心一点。小心。没有，谁跟我讲说没有胸部？我有胸部哦。有。但是，但是证明你五官还蛮漂亮啊。对，侧面胡子光亮。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男生喜欢的胸部，哦，这是女生喜欢的胸部。不一定会喜欢哦。对，那个不行不行不行。还有还有，你们在这个变装的过程，变装的过程真的会过瘾呢，喜欢吗？我好喜欢哦！对，你干脆就穿这个样子去搭捷运，然后看有回头率，感觉一下。哎呦，说不定会很多男生跟你搭讪。会不会我们今天就开发出来他们所谓的变装癖啊？有可能直接成为梦多变装皇后，对不对 ？OK 啦 ，Champion。今天的游戏规则呢？说来也很恐怖。是，我刚已经讲了，女丑恶的邪性，它的社会功能就是带给大家欢乐、欢笑，让大家都很开心。你在电视上一出现的时候，观众朋友一定要开心的。没错，邪性跟女丑大家集合起来比赛，对，一样，你们是要给他票。你觉得哦好好笑，我给你票；如果我觉得不好笑，我就不给你票，直接打叉叉了。最后一名必须帮第一名洗脚。这还不恶，洗完之后没有毛巾，你必须用嘴巴帮它吹干。要吹多久？好了，马上来看咱们的第一位表演者，大哥。欢迎收看《综艺大跟班》。大家好，其实呢，宪哥知道我从小呢就很喜欢外国人，尤其去过外国的朋友我也很喜欢，我的朋友也跟我一样喜欢，他们喜欢比方说留美的啊，或者是留日本的啊，留日的啊，像大根呢他就喜欢留英国的，像这种呢，那像我不一样，我喜欢的是留胡子的。这边好多，你懂哎，你也有，你有胡子，
那今天呢，我就要挑一首歌送给你们，希望我可以找到最爱我的胡子哥，老师蜜大腿。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怎么老是不明显？我大腿，我小腿，还真连成一线天。我努力想减肥，却又减成 A 罩杯，连我国小同学都在笑我碎。老外，喂老外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在？等一下，密切注意这一票，到底大根这段表演你觉得好不好笑？请举牌。David， 看你，一票、两票、三票，我这样只有三票。Hello， 我没有把握住胡子的市场。讲真的，大根每次的表演我都觉得蛮好的，对，很用心的，也不太差，但是。外国朋友就觉得不行，你觉得问题出在哪？出在我身上吧，不然是出在我身上。对不起，不要这样，露露。但是你可以安心的是什么？什么？你不会被洗脚了。不会吗？不会被洗脚，不会被洗脚，但是你可能要洗脸脚啊，因为说不定他们都没有票哎，很难说，搞不好他们看听不懂他们。那就是五个人帮你一个人洗啊，你想得美。谢谢。第二棒，一大推。第二棒，第二棒，欢迎玛利亚。八股魔术好评不断，竟获得国际总裁青睐。这边一摊卫生纸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 ？OK， 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。哎，猜猜看，我的手表戴哪一只手？不是，我是这样子变魔术的，对不对？有一位一直都没有表态的，后面这边数过来第三。哦，这位这个哲学系的教授，不要乱开玩笑，是家乐福的总裁啊。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玛利亚，欢迎你们来到台湾。那你们会喜欢台湾呢，一定喜欢一些中华的文化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借用我们东方很常有的说文解字测验，来带大家认识一下玛利亚。骂除了是现在最红的妈妈的满满的大平台以外呢，骂就是妈妈的简称，妈妈妈妈代表我像你们的妈妈一样是很必要的存在。而那中间的这个 RI 呢，没有错，就是 rich， 那你们代表认识我以后会很有钱，而且还有饭吃，我就是你们的 Miss Right， 是最正确的选择。那最后呢，这个 YA 他没错，你们认识了这么一个温柔的妈妈，这么 rich 的小姐，每天都会很开心，很有乐趣，你们的生活每天就是耶耶耶。好，讲到这里，你们一定非常的。讲到这里，你们一定非常的心动，是不是很想知道一件事？什么事？我怎么有脸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言归正传，来测验究竟你们跟玛利亚的速配指数有多少呢？你选哪一个字？什么哈？你选马？你选马 ？OK， good， 你选马呀、yeah, ？I know you， 你选马。等一下，安东，你选一个。呀呀呀 ，OK， 鼓掌。呀呀呀 ，OK。还有没有人想选的举手？拜托。来 ，ID 71。拜托。OK， 那个 Sam 啊 ，Sam S OK。后面有 Nikita 都没有讲话。哦 ，Nikita， 71。立好，立 OK， Ready， 71， one OK， OK， one OK。没有了。好，那个我们先来看关 ，Ready 选的关跟
我玛丽亚的速配指数是60。哦，我们的关系就是聊得来的好友。再来就是新的速配指数是20。就是一个人过各自的生活，没有交流。But we meet, OK, good friend. Now, from now on, OK, good job. Now, OK 啦，再来 ，Yeah 的分数是 Yeah 40 40，不错不错不错 ，Why 嘞？我们是点头之交 ，Yeah。点头 ，Hi，Hello，OK，、okay, 拜拜，拜拜，对对，来再来就是那个力84，喂，女生喜欢你 ，Miss I like you，Nikita，Yeah，Good，you 你可以得到一个 shake hand 握手 ，shake hand， 80分 ，Remember me，OK，、okay, 最后一分，是你们会，好紧张，拜拜，我们的。速配指数，你想要多少 ？Whatever，OK， 不要灰心，还有100没出现 ，OK，good， 100。因为我们是你要为女生付出，你为我付出，我们配对成功，你可以得到 hug，one hug，you like？ 要。给我们一个鼓掌可以吗？谢谢。用玛丽亚来带动场，很厉害耶！你这其实只要改一个字就是真的准，就是小心玛丽亚。OK， 很可爱，很可爱，要投票喽！你们觉得玛丽亚刚这段表演有没有让你觉得哎蛮好玩的？请投票。16票，那个海贝是20%的，他在难过啊。那 Derry 为什么没有投他 ？Because I didn't get a hug。哦，你没有抱他，你没有抱他。没有他。Derry， why are you lying？ 拿到16票，是哦，莉亚来，请坐。谢谢玛丽亚。好的，接着下来是我们第三位的表演，刚得到最多票的12票的，哇哟，梦多。哎呦！哎呦！我一下子
假的啦。真的蛮厉害，但是他有融入真功夫哦。对，看到他们好像很佩服哎，给你很钦佩的眼光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但是能不能得到他们觉得好玩好笑呢？哎，发你一起来看看到底好不好玩，请举牌。投票时间到。哇！十七票。恭喜孟多。来，接着下来是我们的提拉，佩瑶喧宾夺主，模仿 Cindy 竟大受好评。欢迎收看小明星大跟班。宝宝你好棒，你有机会。叫你又不要爬高爬低，你看跌下来正面着地了吧？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模仿我是佩瑶。这样其实有点像我们这仔细对比。来，这一段表演你们觉得厉不厉？那就直接要投票了，好，可以啦，我刚刚看他们应该都蛮开心的。如果你觉得表演很好玩，请举牌。Go！ 哎呦，不是吧？不是，这是什么逻辑呀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样有十七票哦。没有，其实他是我哥哥啦。不能给天蛇票哎。对，哥哥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天蛇拿了10票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刚刚友情分数 dancer 就是加了20票，不能这样，全部才17票。对，我的闺蜜怎么办？为什么你们不能给 dancer 票啊？问题是梦多已经弄到腰都受伤，浪费啊，浪费啊 ，not fair， 公平公平，有翻译吗？有翻译吗？对不起，我听不懂日本的。我不是九州的男人，不是，我不是九州的男人。
我是九州的男人，不是，我不是男人，我是男人，我是梦多。今天 today hi hello I'm from Japan. Today I wanna copyright 那个功夫 action 功夫 Jackie Chan Bruce Lee 不是，那刚刚表演过了。我今天要变魔术给你们看，看魔术好不好？没技巧好不好？来，首先来，你帮我先随便打几个数字，随便来那个裴安东帮我打几个数字。OK， 打太久了吧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。OK， 这边有数字，来导播给我特写，给我特写，来特写，特写，来注意看哦，来 ，3、2、1，I win！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今天还有第二个魔术，要不要看第二个魔术？神经病！来，这边有一团卫生纸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 ？OK， 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啊！卫生纸，注意啊！来，猜猜看，我的手表戴哪一只手？我是这样子变魔术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最后一个魔术，最后一个魔术，读心术，你们知道读心术吗 ？Your mind，Your mind，Telepathy，You。Please， 看不看？现在心里面想一个水果先不要讲，我数到三讲出来啊！1、2、3，草莓。Thank you。怎么样？你好像提出质疑是不是？这个太简单了，太简单，来，不是，不然我来。哎，我们找一个外国的明星，1、2、3，一起讲出来。OK， 我猜你，1、2、3。Michael Jordan Jackson， 掌声鼓励！是 ，OK， 结束了，没了，哎，不错，速度够快，对，简洁明快，莫名其妙之间，对，哎，不错，还跟他这。哪一首？宝石，宝石，到底阿胡这段表演你们觉得好不好玩？请投票。6、8、9，九票。可能语言上面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第二排都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夸张就基本上是就会很好玩了。对对，真的真的。有一位一直都没有表态的，后面这边数过来第三位，这位这个哲学系的教授，是历史系教授。哎，不要乱开玩笑，搞不好是家乐福的总裁。对耶。I say something, yeah, Mr. Burn. Bruno. 燃烧先生。折起来，我看到是笨了。Yeah, blue 笨先生。Bruno expression and good movement, so it's a. 他动作动态都做得很好，而且是超出意料之外的。对，只能靠肢体语言，因为语言上面有点差异嘛。是，可是我觉得很好哎，大家都了解你的。那我跟他脱帽致意一下啦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刚刚应该早一点脱帽来加分。对不对？你今天超好笑，至少可以得到五票，同病相怜。好，有的同病相怜，有蛮多。好的，谢谢最后一棒，我的佩雅，佩雅，有呀。Hello everyone， 我叫佩雅。但是我心目中很想成为女神 ，beautiful girl， 所以有人说我的 eyes 跟我的 face 长得很像陈妍希 ，look my eyes，look my face， 哎，干嘛啦？讨厌哎，哦，你干嘛解开啦？幼稚，哼，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哦 ，Rainy，Rainy，it's Rainy，Oh my God。赶快 take， 好像哦，大笨蛋，我不叫小笼包。OK， 当然，我还有第二位女神，那就是欢迎。欢迎收看小明星。大干妈，爸爸你好棒，你有机会。爸爸认出你了。爸爸，
你认得我了啊！哇，好棒哦！哇，这位先生你好可怜。哎，那你可以去那边坐啦。我去那边坐。嗯，来来。我以为我最近交了男朋友之后，你就不想理我了。哦，叫你以后不要爬高爬低，你看跌下来正面着地了吧？不管怎么样，爸爸，你有看出来我跟刚刚那个姐姐哪里一样吗？嗯，都是个人了。不是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就是气质啊。哦，你的气质好多了。哦，真的，爸爸好会说话。爸爸最爱你了，猪。嗯，猪。接下来还有第三位女神，那就是欢迎田馥甄。是魔鬼中的天使，从一次心碎的方式，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他心机。像田馥甄的地方，就是我漂亮的头发，谢谢。想不到这三个女神聚在一起，就会变成佩瑶哎，救命！谢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好的，心里面有一点悸动啊，怎么说？就是说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模仿我是佩瑶。OK， 这样其实有点像，我们自己仔细对一下。来，这一段表演你们觉得厉不厉害？请举牌。哎呦，哎呀，天哪，二四五，十五票哎。翻译不是为什么 ？Why？ 十七票的是哪两？孟多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没有，还有提拉。好，那么两位剪刀石头布啊，提拉跟那种孟多，好不好 ？OK， 剪刀，赢的可以洗脚。剪刀石头布。那么你在拖一件是不是？没有。今天的冠军就是孟多，恭喜孟多！我最低的，我最敬陪末座的大根要帮他洗脚，洗脚是其次，对，你洗干净，一定要洗干净，要不然你用嘴去吹干的时候，你会很受不了，会有很痛苦。开始，受不了吧？哎呦，他刚刚还练功夫，脚擦脚擦。就好，我要把它搓干净啊！哦，太大力了啦，请吹干，把它当作你老婆的，好，开始。来，九州的老婆，老婆，今天工作辛苦了，我来帮你服侍一下。不要舔了。叫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把你洗干净，我要吹下去，我真的要吹下去，现在就要吹下去。但是先等一下，先让我尝一尝，尝完我就会吹下去。我要告诉你，我是很干净。一口气就会把它吹到底。好了，好了，我是有洗干净。好了，意思意思就好了啊。有洗干净。再一次谢谢他们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孟多。当个谐星就是这个样子，是对不对？没有错。客人能够开心高兴，我就一笑嘛，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对，再一次谢谢我们二十几位好朋友，谢谢大家。